欢迎大家来到黄虫夜场。那么这个礼拜呢，哈，到周末呢就准备要来一个农历年封关了呢，哈。所以我现在看到呢，呃，这个所谓的，比方说了，电视台记者他们的号子里头了，哈，去采访一下啊，这个所谓的商务投资人，哈，啊,啊，到底你们有没有乐意呢？要报国过年呢？啊，结果看到几个画面，似乎了，哈，这个投资人哈，那些忧心忡忡，哈，啊,啊，心里头想着呢，我要报国的话，恐怕会担心。 那有时候没想通，很简单嘛。啊，你既然担心爆股票过年，啊，你不会干脆把它卖掉就好了啊？对对。啊，既然担心呢，你爆股过年，啊，你不要爆股嘛，你就不会把它卖掉？为什么不卖？为什么不卖？啊，后来没想通一件事了，不是他真的不卖哈、啊，而是呢，他现在目前呢是亏损状态，甚至呢，他所买进的这个多单呢本身是被套牢的，啊，被套牢情况之下，他卖了就是要认赔，啊，啊认赔情况之下他不想这么干嘛，于是乎呢，他被迫。 就来一个爆股过年，被迫就爆股过年。要是说反过来讲了哈，现在它股票是赚钱的，那应该就卖了。既然担心，不就卖就好了嘛，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不赚钱，甚至还赔钱，甚至还被套，于是乎他才在这个地方担心了，要不要爆股过年？那如果这一个时候刚好遇到呢？比方说国际版出一些状况的话，呃，刚好在我下午预录节目、准备上节目的时候，就看到了欧洲盘。 那似乎在跌，欧洲版在跌。那比方说，欧洲里头最强的，强的比美股还要强的，在什么地方？来看到这个法兰克福指数了哈、啊。那么法兰克福指数，你看这个高点，这个创新历史天价的，创新历史天价啊啊，达到一万零九百八十四点哈、啊。那么你看到这里并不是今天收盘哈、啊。 因为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，他刚开板不久哈，那等于到结果收盘收在哪里我并不知道，但是最起码你发现一件事了，这个样子相当于了哈，当天来讲的话到这里都已经跌幅多少了？大概一点六一点七八哈，那会跌更多或者到最后变没跌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说今天呢哈你是爆股，那么被迫爆股准备要过年的人。 看了这个东西会不会担心？会不会担心呢？这个是最强的表率嘛、啊！哈啊，请问一下啊，这一零九八四啊，这里一零六三五差没有几百点嘛？哈、啊，差没多少，啊、都是一万点以上。但是我请问你哈、啊，如果说你有学问的话，第一个左影的地方在哪里？啊，左影的地方在哪里？我没有办法直接从高档这里去诊断什么时候，那么你到底会涨到满足？毕竟你创新历史天价嘛。但是当你掉下来，我要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？ 看到一个东西，借它当一个例子了哈。来法兰克福，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哈，在这里高档这里放大来看哈。在之前之前上个礼拜曾经有一天跳空往上，这里是一个跳空多方缺口，多方缺口跳空往上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它现在跳空往下，两个互相对应，叫什么？倒型反转，倒型反转。如果它真的到最后了，跟你收低下去的话，这个缺口存在。 它不排除叫个股岛型反转，那岛型反转的话，一个东西来了，岛型反转标不标准？看一下上面总共有几个岛。我常讲哈，啊那个岛要是一大堆了哈，时间拖很长了啊，那种情况之下并不标准哈，啊那个反而就麻痹了。啊，要是说呢，只有那个一个岛，孤岛孤岛的一个势力呢，恐怕没那么强。那最标准的情况呢，啊比方说，台澎金马总共四个岛，刚 <laughs> 好凑巧，来看一下。 法兰克福指数上面、啊，它这两个缺口如果叫倒型反转，上面总共总共几个倒？台、鹏、金、马四个倒。了不了解？学问的地方在哪里？学问的地方在哪里？哈 <laughs>，就从这个地方就发觉呢，似乎不妙。若换作我来看呢、啊，第一个要发觉不妙，不妙，不妙，在这里啊。了不了解啊？啊，这种情况像我讲的嘛，啊，又是你被迫啊，然后呢要报国过你的人，看了会不会担心？看了会不会担心？ 好，OK，哈、啊，那或许有人不担心了、啊，说啊，没有关系呀、啊，哈、啊，那反正呢，人家国际盘他们涨跌，最近我们不太能反应呐、啊，啊，往往呢，他们跌了之后，隔天看到我们，啊，依然健在，成长是如此的啦，啊，你看上个礼拜美股不是下跌吗？啊，你看礼拜一台股跌跌归跌，才跌了三十四点，这个不叫做跌呢，指数现在是九千四百多呢，这一波最高九九千五百多，现在九千四百多，还不是差不多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种情况之下。 你说了，指数它不跌，就算指数它不跌，问题有股价跌，跌下来跌停板，跌下来跌停板，宏达店宏达店真的看宏达店跌停，我就不禁唏嘘了啊！这个我们之前都拿来当做范例做解说的宏达店股价不是都没涨啊？啊，说起来人家很漂亮，还你演出什么头肩底，嗯，对不对？头肩底来看到。 这个头肩底，它拖了很久，拖了很久之后，颈戒换走之后还是成功嘞。成功之后给他拉起，早我们就发现头肩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是像我所讲、哦，我对他呢，说真的，基本面我们真的不信赖，基本面不信赖，所以相对的，对这样头肩底，当时我讲一句话，我怕它有形无势。明明知道一个头肩底正在形成，明明知道它已经越过颈戒，明明看到它在长但是呢，怕它呢有形无势。 难达正。啊，对，所以你看当初涨到什么地方来，到这里呢啊反弹第三关不是达正了吗？哎 n 这是反弹第三关，如果真要达正的话，是头肩底要给它测距满足。头肩底测距满足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记得节目当中曾经呢用半对数比例图绘制给你看过，来往上看放大一下，大概大概,大概真要满足了，大概这个地方一六五附近，一六五附近哈。 那这个呢？像我所讲，我怀疑它有形无势，没有办法满足。所以呢，坦白讲嘛，人家不是没涨有涨，但是我们没做多。真的啊，讲实话，们没做多啊，啊没做多。反过来，要是它真的长高了，满足了这情况之下，能不能反过来做空？能不能反过来做空？来嘛，你看到一月二十号，我给我的会员附图解说，就宏达电，就宏达电，因为股价看到一六零啦，看到一六零，来放大来看。 呃，我给会员的一个认知，如果它涨到这里是所谓头肩底满足，再来最大干字脚在这个地方这个区间之内，适合做什么？反向应对，反向应对。就算我第一档没有买到你，要是你有办法涨到满足，涨到更高，在什么地在什么区间，我们就有兴趣给你来一个反向应对。结果呢，我们有下手吗？我们有下手吗？因为它涨不高，因为它涨不高，最高到哪里？ 最高到一六一而已啊，最高到一六一，它现在掉头，它就跌停板，上一四几呀，没办法，涨得不够高，它涨得不够高，所以呢，我们没有可趁之机，我们没有对它反向应对啊，只是呢干瞪眼，看它这个样子到一六一三个礼拜了，高涨盘卷三个礼拜之回头下来，它股价跌停板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从哥讲那么多情况之下，啊，你想要反向应对，你又没空，啊，没空情况你又赚不到他钱。 不要觉得一样，不要觉得可惜了啊！所以坦白话，我们有麻烦吗？没麻烦，只是没有那个可趁之机。又已。谁谁惹上麻烦了？不明就里去追高的人，惹上麻烦了、啊；不明就里去追高的人，惹上麻烦了、啊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种情况之下，啊，如果说要报股过年，担不担心？是啊，我知道很多人担心的地方在这里嘛。 那说真的啦，管你这个宏达店哈、啊，真的我也碰过一些朋友啦。我说，哎、欸，啊，人家不是没反弹，啊，弹起来干嘛？你们要计较是不是？为什么不跑？弹到第三关，一五三啊，不跑啊，弹到一六零了，这个所谓投肩底特句快快满足了啊，为什么不跑？呃，有人就讲话了，说啊，如果说我们这套在一百五套在一百六啊，拉上来就跑啦。问题呢，有人套在哪里？不是套在一百八，套在一百八上套。 上头更高更高的地方，那個、才是大麻烦呢、啊。對,对对，长线从哪边掉下来的？<laughs> 千元的股价掉下来，大家都很清楚嘛。所以有人套着天高，啊你套着天高的话，好几百块的，你区区拉到这里一六一，对他来讲的话，他当然呢还无动于衷嘛，还不能跑啊，不能跑情况之下，改天怎么样？我不知道。對,对对，那个还是大问题，我还不知道。像这样的例子了哈。 呃，说真的，另外一档让我相当感慨在哪里呢？这一档呢，这一档其实在之前呢啊,啊，的确啊，这个也是呢啊，有人在这个假日呢利，我都利用假日嘛做这个持股议诊嘛哈，那也有人来求诊过的。那这一档其实说起来跟这个宏达电现在目前异曲同工之妙啦，就有人套在那上头，而且套的股价太高。 啊，比方说这一种是什么？就是鸡牙，鸡牙，鸡牙事件，大家都清楚嘛？股价怎么下来的？四十八六，一口气栽到哪里？一百块出头。那我讲过一件事，我说当初有人来求诊，而且挂急诊了哈，挂急诊啊，我是不是跟他讲啊？这一下爆发利空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计价，闭着眼睛赶快呢？啊，把它杀出去吗？啊，没有。我说呢，来，你先听听看，看一下看什么？ 我说这里是五波式上涨了，五波式上涨之后来一个全波性总就正的第二关第二大关在一零六，它打到一零五点五，第二大关一零六刚好打到那个地方哈、哦，先停停看，看它有没有办法真的固守，要是有办法固守的话，我这一下子好看的地方在哪里？来看到吗它真的固守一零五点五起来嘛，起来我说这一下子啦。 就单单这个线性轨道，就单单这个线性轨道来一个做反弹，弹到哪里？第一关就一八八了呢，第一关就一八八了，接下有来吗？不止来，而且超过，而且超过，超过到二零四。那我心想呢，那位来求诊的朋友，这一下子不止一八八到二零四，应该卖了啊？没没卖，他没卖，为什么那么贪心？人家他不是贪心呢、啊。后来他跟我讲，后来第二度来求诊。 哦、第跌到调整是因为它从这里又掉下来。我说一八八你怎么不卖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对一八八不知道啊，他还到二零四呢，等于说他来到第一关啦、啊。啊，第二关没到嘛，啊，来到第一关跟第二关之间呐、啊。他说从哥你不晓得吗？啊，我问题是，我套在哪？我套在三百多。那、嗯啊、问题来了，就这么一回事嘛。 啊、呃，要是说呢，他是套在那个所谓呢一七1一八2两百块，他可能都跑掉。问题是，他套在三百多，所以到这里他还没解套，还没解套，所以他只好继续报。你现在发现很多人这个样子啊，要不要报股过年？就单单呢看你到底现在不赚钱嘛？赚钱就通通跑了啊啊！不赚钱的话，那只好被迫报股过年。问题就这样发生的嘛，因为套在三百多所以这里呢，他还赔。 啊，还赔，而且还赔很多，于是继续要继续抛，又掉下来。第二度来求诊，我说这一下子他再来一次，我们就知道了哈。啊、呃，这一个所谓的大关卡支撑啊，就原本的低点底部哈。当再下来情形，我说这一下子是算回跌，回跌要是不破底的话，最大干湿角在哪里？最大干湿角一百一十五。节目当中我也公开演算过，对不對,对？我说。 最大干湿角回跌，但是不要破底的话，不要破底就不破关了、啊、哈、啊。那应该踩住一一五，当时到一一八，看起来岌岌可危啊啊！结果后来没更低，还有更低，低一点点，低到哪里？低到一一七点五，低到一一七点五。那说起来那个一一五最大干湿角，当然是没破，幸亏幸亏没破，后，人家他又拉起来了，人家他又拉起来，你的希望啊又来了啊！来的情况之下，问题呢？ 我说了哈，他只有到一七八而已啦。他如果来的情况呢，要看哪里？第一个东西嘛，你还是要先看所谓的 he，这个数目是没变啊，一八八一八八，曾经给他过了，过了之后啊，再掉头下来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的话，那么你还是要看这里。 1> P 1一八八，你有办法？第二次真的再过，再过的情况在创高，那再来才是 P 2嘛哈、啊。那问题来了，它就在这个地方给你横盘，在这个地方没有摸到，它开始给你横盘了啊。横盘情景之下，哎、欸，说起来横盘人家没什么跌了啊。啊，这种情况是不是强势整理呢？你不妨解释一下。刚算的这个都是比较大背景的关卡，那如果来看了一下哈、啊，比较短线的，一七点五到一七八到一七八。 到一七八，给他最近有所回整的话，嗯哼，当涨赚了哈。如果有人手上有他的话，多少你应该要明白一下，一个数字多少？一百五十二，一百五十二指的是什么东西？指的是他回档下来第一小关，P 万等于一五二。仔细看，最近低点多少？最近低点就一五二啊，最近低点就一五二啊。现在来多少？一五三。 最好就别破了，最好就别破啊，对不对？啊破了情况之下呢，来，不止看这里，往下看，这个叫布林轨道线。布林轨道线在干嘛？很、欸、明显，它在缩合，缩合挤压这种情况代表什么？没行情呐、啊、，no。缩合挤压告诉你，它待变当中，怎么变？不是往上变，就是往下变啊。往上变或者往下变，当它突破的情况之下，应该要以理的。照理说，你就应该相信那个方向。 往上或者往下，刚好现在卡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卡在这里，卡在这里，因为关卡还没破，关卡还在，还没破。那么，如果高档套的人，你当然这是希望啊啊，希望这个可以保佑一下他不要破。万一破了的话，我也拿他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在之前说真的不是梅里多啊，基亚新要提前分析上次加速真的还是假的呢？真的还假的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。 我不清楚，重点是利多消息出来之后，它有没有办法柏林轨道收我起，然后往上做突破？柏林轨道线专专辑第三代半对数应用，讲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嘛。好，我、OK, 给回过头来讲，要是说你当初没有所谓高档套牢的情况之下，最起码你今天没有这个麻烦嘛，对，像我冷眼旁观，我现在没有对他怎么样啊。市场个股又不能做空，你就要去买它，我现在我才不干。 我只要好奇，到底不能轨道说我要往上或者要往下啊？对啊，问题来了，你高档套了、啊。当初如果你有察觉到高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什么？不排除是所谓的头肩顶不排除所谓的头肩顶呐。头肩顶，如果当时你察觉的情况之下，你就有办法呢避过一难，避过一劫。 是不是啊？这种情况你说呢？鸡牙都已经过去式了。但话说回来了，现在进行式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好不好？举另外一个例子哈，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，一波接一波往上涨，高高在上之后，那如果说鸡牙当初呢，它出现了一个胸罩在哪里？哎、啊、呦，头肩顶。那么相对来看的话，另外这一档个股，这两个股现在这种情况，它有没有可能是头肩顶，或者是三重顶？ 可不可能呢？可不可能呢？对不对？基亚凭什么可以长这个样子？当初啊，们、哦、本梦比嘛，本梦比不是真的已经大赚钱了没有？本梦比这张个股一样，你就查它业绩的话，现在没赚钱，但是凭着这本梦比，本梦比，那这张个股来讲，是不是一个所谓三重顶或者头肩顶？必须用放大镜给它放大来看呢、啊？那如果你要放大来看，来那个所谓可疑的头部在这个地方。 那这个样是不是一个头肩顶或三重顶呢？并不清楚，并不清楚。但是不清楚的话，我虽然不敢断言说它这个样子呢，一定三重顶会成立下来破颈线怎么样？远的还先不用讲啊。那么呢，当你怀疑这个大头，同时再看一下小头，看、啊、看小头，小头就最近呢、啊？你看最近它有没有创高点？并没有。 这里高峰一九四点五，再来次高一九三，再来一九零，再来破颈线，大头是不是三重顶？那个东西改天再讲，起码你发现这个小头不太对劲哦，这个小头也不太对劲呐、啊，啊,这啊，啊这个小头不太对劲的情况下，要是说了，先来一个小头往下撤去做满足，那种情况叫做可比了哈、啊。你们收看我们家日节目，家日节目我们不是不是举了一档例子吗？啊，什么例子？来。 我们做空三度做空的，当时第一度空将近一百三，第二度空九六之上，第三度空哪里？七十块上头，七十块上头，从这个地方，结果呢，股价掉下来。哎、欸，这档个股你看，它当时一样不灵轨道，说我只要往哪里往下，结果往下哈。来，这个不用重新讲一遍了、啊，杨城的故事大家大家都很清楚了。 只是呢，来一个东西嘛，我不讲一件事了。你看最近最近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，这一个这一个呢是到上个礼拜五的，今天还有更低的啊，然后 U A 翻红了啦。哈。来，没关系，一个东西嘛，我说下来的话接近第一关五九四嘛，五九四嘛，今天嗯看一下，今天股价什么 U A 翻红，打到哪里？五八八五八八。 五八八大概就是五九四啊，对赢他之后，人家呢没有侦破啊，给他为什么油液方法是这个样子来的？这个样子来的。好，另外一个重点呢、啊，我要讲述的东西是什么？加日节目里头还没有算的，我说呢，好，你看到这是第一关哦，那要是给他改天掉到第二关，现在反弹不代表呢，改天不会再下来了啊。要是要是假设哈、啊，他来一个第二关，我们看第二关在哪里哈、啊？ 一个数字嘛，五十五点八，五十五点八哈，呃写上去没有关系哈、啊。这里五五点八，来，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哈、啊，这里一个小 M 头，小 M 头要是给它测距做满足破颈线啊，要是测距做满足的话啊，请问这个小 M 头测距满足点在哪里啊？测距满足点在哪里啊？嗯哼，来，一个数字就出来了，四舍五入多少？五五五五五五哈，所以我在讲什么东西？ 下来的情况之下，五五五五跟这一个所谓测呃，这一个半对数第二关五五八，是不是重叠支撑？比较接近重叠支撑，那代表双重引力。改天到那个地方，它支撑就会比较强。那么好，OK，阳泉这个我们应该都熟悉了。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另外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情况一样嘛哈？那你依照同样的方式来看的话，啊，这一个家伙，这一个家伙呢，要是给他这个小 M 头测距满足的话，那是多少？ 换拿它呢？拿它来算一下好不好？嗯哼，半对数测距哈。小 M 头来看到一百五十五，一百五十五，一五五了哈，写上去没有关系啊。啊，你说我又不知道他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待会会让你知道了哈、啊。来，OK 啊。然后要是说呢，啊，这个阶段给它回档下来，那回档下来的话，这一下回到哪一关呢？那比方说呢，哈、啊、要对应那一个所谓的呃呃，如果要对应了、啊、哈。啊 嗯哼，M 头凑去满足的话，那应该回到所谓第三关、第三小关了、啊。那这一下子来来来，马上就 OK。一个数目字多少？一百五十七，一五七。那这种情况 p 出来的，一五七两个重叠支撑在哪里？会不会掉到上这个地方来？会不会掉到这个地方？一五到一五七。半定数告诉你关卡没告诉你答案呐啊,啊！如果想要知道他是谁，先进广告马上回来。 家园时，请穿雨鞋、戴手套，先做好自我保护。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。水要煮沸，食物要煮熟。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，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。多一分警觉，多一分自我保护。 羊年再开一堂，一个月搞懂犯罪数。这学期跨年特别长，先来先看，三月底才期满。黄社长最新多空较战，蔡琴推荐零二二七八一零九零九，错过这一回，起码再等一年。看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就气喘吁吁的？爷爷，你怎么都不会喘？除了运动，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。体适能检测，你看。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，提供民众检测。项目包括肌力、肌耐力、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，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、喔。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，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。运动九九，健康九九，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。我们刚刚呢，从这一档举例的鸡牙里头呢，我们去联想到哈，哎，当时鸡牙高档一个头肩顶啊，这一个是不是头肩顶啊？这个是不是三重顶哈、啊，那这个呢，是不是一样是这个说生计制药股呢？把它放大来看啊，对不对？ 这一档并不是生技制药了，这一档并不是生技制药了。好，我也不敢断言它一定是三重顶了，但是最起码你看到在这里，如果叫做右肩，诶、欸、右肩这个地方是一个小 M 头，小 M 头会不会测距下来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一件事，比较接近一件事。至于呢，啊，这个大的三重顶或者头肩顶说起来并不太标准啊，还必须要再做观察，但是。 有另外一个可能标准的地方在哪里？另外一个还有时间嘛？看一下这一个呢？你看到这个颈线往下倾，所以它本身的右肩对应左肩一样是往下倾，有没有啊？这个路叫顶，这里是不是叫头肩顶？哎，这个家伙就来的呢。 就来的真的比较标准哦，来的比较标准了哦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这种情况之下，他现在右肩在这里，怎么还不死呢？来低点一三九，现在又挡回到一三九。哎，不要讲说指数高高在上啊，它是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。啊，低到什么情况？它右肩就可能成立，就这个阶段嘛，一二零到一六九点五再给它回档下来。那个短坡里头，所谓最后防线在哪里？就那个短坡，就那个短坡。 啊，我的会员，我也跟你们附图解说，你们都很清楚了哈、啊。为什么现在我们空单还要继续报？原因在哪里？一个数目是看到了一三七一三七哈，这里一百三十七，P three 等于一百三十七。要是破底顺势破关的情况，在右肩就可能成立。啊，崇哥，你常讲嘛，图形来这里波浪波浪离不开半对数啊啊，问题是它长这个样子，代表它人家就头肩顶吗？你要看一下长线，请不下长线而言。 这种情况图形还是一波浪，是不是高高在上下去的话，啊，大批万到底在哪里？大批万到底在哪里？为什么空单要续报？所以呢，有人在担心了哈，到底不报股过年行不行？报股过年，散户是在担心了、啊。我们呢，持空并且持盈保债。哎，持空不是代表没空手呢，我们持有空单，而且我们所持有空单还是赚钱的，不是赔钱才报的。 像呢？还有时间吗？看到我不跟他解说吗？这个叫箱型整理，箱型整理。来，当时反弹第二关八七六，这里该做空了，给他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到这里完成之后，应该往下掉了，往下掉应该破前底八二一，这里叫关卡八一八。现在讲了半天之后呢，来八二一八一八空单破了，今天到八一二了，空单来续报，空单来续报，啊！方法在哪里？赚钱方法在哪里？还是说你宁愿赔而不愿学？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